哇，病这么大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球啊，这个呢叫做无声球，它完美的解决了你可以在楼上随便的玩耍，不会吵到楼下的感觉，因为它没有声音。还有就是这个球呢，它是非常的柔软，秒弹，看到没有，可以锻炼孩子的抓握能力，大人心烦的时候也可以抓两下，非常的舒服。球是每一个孩子必备的玩具，因为它可以全方面的锻炼孩子的协调能力和感知能力，而且这个球呢，就算打在头上也不会疼。你看，哎，哎呦我的妈，牛逼！你看，就算砸到你的手机也没有任何的问题。